欢迎来到 Shopify Special， 我是主持人 James。 我们今天来到了东方文华，要来参加 Shopify 在年前一年一度的盛会，什么呢？就是尾牙啦。那每年呢，公司都会趁这个时候来感谢员工们一年一度的辛劳。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今晚我想来点多巴胺，那就事不宜迟，让我们一起去参加今晚的盛会吧。 Let's go。尾牙来宾这里，那一起来看看今年有什么样的游戏可以玩吧。 Let's go。 我们现在挑战第一个游戏，翻杯子，来赢得这个棒棒糖，来咯，来 go go。 哎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参加第二个活动，转蛋机。好，耶、yeah！ 今天这是我们的尾牙主持人。Yes。 好，那我们今年有什么样的特别活动呢？领钱。今天听说加了很多，没有错，多多、哦。你有看过手指头吗？手指头你这样数，来，手借我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有七位数，耶、yeah ！好，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待会就知道了。好了 ，OK。我今天来参加尾牙。Yes。 那你参加几年了？七年，今年第七年。对。好，那你总累计总奖金的多少？总累计奖金多少？我都拿参加奖。今年我要不一样。好，那你今年想抽到什么奖？大家问什么傻话？当然是最大奖啊！好，那就祝你抽到最大奖啊！好，抽，耶、yeah！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行销部门的 Nancy。OK， 好，那你今天打扮的是什么样的风格呢？今天走一个是很荧光，然后很 Y2K 的。Y2K，OK、okay。好，那你今天想要抽什么样的大奖？肯定是要最大包的那一包。最大包的那一包。对，没有。没问题，祝你中奖。没问题。OK。好，请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 admin 的栗子。好，那你今天打扮是什么样的风格啊？今天打扮是葡萄姐姐。葡萄姐姐哪里有葡萄？这里。哇，这个都是紫色的，超用心。好，那你今天想要抽什么样的奖项？头奖，最大奖就是。好， OK 啊，我以为是我。哎，不会，不是你。好啦，祝你抽到最大奖咯，耶、yeah！我是我们的张美乔，是 Jackie。OK，Jackie 你好，你觉得今年的尾牙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人数一年比一年还要多，所以我们尾牙一年比一年还要来得更盛大这样。嗯，好，那你今年最想要抽到什么样的奖呢？当然是最实用的最大奖的现金奖啊。OK， 那如果想要获得这个现金奖的人要怎么样？首先要从我们 Shopflyer 想投加入我们吗？履历给他投起来。OK， 好。5、6、7、8，挂，好，准备活动快要开始了，那我们就准备进场喽。
Shopline 一起参加尾牙，也真是非常荣幸。那我们就明年见喽，拜拜。